既然对蒋中正这蒋介石或者蒋公这么有意见，这么威权，要把有中正的通通改掉，我支持。中正路，全国的中正路，中正国小、中正国中、中正区，要就全部通通改成反省威权路，反省威权国小。如果你们有本事做这个事，我全力支持，我去说服国民党，就支持你们这样改。针对蒋公铜像这件事，我提过很多次，咨询过很多，发过很多文。我不是反对你们拆，用统一的标准，你们要解释这个历史，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来解释。蒋公对台湾的贡献跟八田与一我们做一个对比，他盖了一个水库，我们感激得不得了，每年还有人去给他上个香鞠个躬。蒋中正先生在台湾盖了90几座水库，你们要拆他，要把它成为一个威权体制的代表，你们的想法是这样子。那么我想再从另外一个角度，统一标准，曾经对台湾人民造成伤害的人都应该要拆掉，都应该把这些符号、这些体制象征性的拿掉。日本神社、八田与一的像，日本人来台湾的时候杀了多少台湾人民，杀了多少原住民朋友们，这些历史斑斑可考，你不用去查，我都可以随时提供给你。那么这个是不是威权，甚至是殖民？那就我现在讲的啊，是统一标准，我不是政治，是，我不谈政治，我讲标准双标。是，如果你要就拆。第二个，既然对蒋中正这蒋介石或者蒋公这么有意见，这么威权，要把有中正的通通改掉，我支持。中正路，全国的中正路，中正国小、中正国中、中正区，要就全部通通改成反省威权路，反省威权国小。如果你们有本事做这个事，我全力支持，我去说服国民党，就支持你们这样改。